好了，讲了一堆阴谋论，还有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接下来一个新闻，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可以改变的事情。这个人叫做 Shannon Brandt， 41岁，这个星期被捕，因为他撞死了一名18岁的年轻人，只因为他认为这个年轻人是共和党的极端主义成员。这名18岁的年轻人名字叫做 Kyler Ellison， 这边是他的照片，是一个长得帅帅的一个小伙子，在北达科塔州参加一个露天的舞会，街上的舞会，然后遇到了这个41岁的左派民主党的 Shannon Brandt。在这个舞会上面呢，这个 Shannon Brandt 喝醉了，然后开始他们两个开始讨论政治，两个人好像起了一点口角。舞会结束了，这名18岁的年轻人就开始走回家，结果被这位41岁的暴徒开着 SUV 追逐追撞。在追逐的过程当中，这个年轻人还打电话给他妈，问他妈说有一个人在开车在追我，要杀我，哎，你认不认识这个人？结果他妈还真的认识，他妈当时赶到现场，但是他儿子已经被 Shannon Brandt 开车撞死了。撞死这个年轻人之后， Shannon Brandt 打电话报警，说他成功的撞死了一个共和党极端主义人士，请警察过来把这个罪犯的尸体带走。透过新闻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他被逮捕，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他杀了这个保守派的小孩，他应该是一个英雄才对，因为他杀的是一个极端分子。他认为这个就是现在应该做的，不是吗？这不是总统说的吗？这不是国会议员说的吗？这不是新闻媒体在说我们现在该做的事吗？然后他当天就$50,000交保了。他现在在大街上享受自由，边跟所有的人说他的英雄事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新闻片段。I don't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41-year-old Shannon Brandt had a tough time understanding the charges against him: vehicular homicide and leaving the scene of a deadly accident. He's actually the one that called 911 to report the crash. Police say it happened in this alley around 2:30 Sunday morning after the street dance. Court papers show Brandt told the 911 dispatcher that he just hit Kyler Ellison because the teen was part of a Republican extremist group and was calling people to come get Brandt after a political argument. Ellingson's mom told police her son called her just before the crash, asking if she knew Brandt, and she said she did. She does not believe her son knew Brandt. Still trying to determine exactly what all transpired at the time of the crash, but prior to that as well. Police say Brandt was drunk when he hit and killed Ellingson with his SUV. We do not know of any witnesses. We still are making attempts to interview potential witnesses from the street dance, people that were present prior to the crash happening. A judge ordered Brandt held on $50,000 cash, which he objected, saying he's not a flight risk. I have a job and a life and a house and things that I don't exactly want to see, you know, go by the wayside. Family that are very important to me.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同样感觉啦？我觉得这个人没有任何的悔恨，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我还有工作，哎，我还有家庭，哎，我还有人生，哎。我知道我如果骂这个人的话，又会有一堆比我老一辈的基督徒在那边说什么我讲话用脏话，我说话没有建造人。那请各位这个正直的有经验的基督徒们告诉我，你们会怎么形容这个人？欢迎在下面留言。这个18岁的年轻人就这样不见了，他的人生就不见了，他的家庭永远都破碎了。然后这个我不觉得他是人的人，总之发生这个样子的事情，你会觉得很奇特吗？很令你讶异吗？我还好，因为我们的总统就是说要攻击杀死 MAGA extremists， 我们的国会议员就是说要武装集结，所以他在做的事情他都以为是在做好事，他以为他是英雄在为民除害，应该要被奖励才对，怎么还会被抓呢？我干嘛要逃？我还打电话给警察，欸，跟你们说这个好消息，我帮你们撞死了一个极端分子，欸。如果这个政治立场反过来的话，全部的媒体都会说这是川普的错，1月6号的错。就像那个什么 Stop Asian Hate， 还有从这个2016到现在
所有的谋杀案，他们都说是川普的错。我在这边再给个例子 ，Tim Ryan， 俄亥俄州的参议员说要 kill and stop MAGA movement， 杀死以及 confront MAGA 运动。我们在这边再看一下这个鼓吹暴力的证据。Age of reconciliation and reform. How do we fix all of these broken systems? Some of those answers will come from Republicans, not the extremists that we're dealing with every single day. We've got to kill and confront that movement. But working with normal mainstream Republicans, I think that's going to kill. What does it mean to kill? Kill 是什么意思？杀死是什么意思？就是夺取某个生物的生命的意思，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件事，非常容易做到。人的生命非常脆弱，不管你是什么，美军的海豹突击小组还是什么的，生命都是非常容易被夺走的。我们的敌人也知道这一点，神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才给我们良知、家庭、社会制度跟教会。现在的情况真的就跟二战时候的轴心国一样。当德国人不认为犹太人是人或是低等人、坏人，杀死他们就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为了建造日耳曼人应有的生活国度。当日本人认为他们是高尚人，他们是这个天照大神的子民，中国人、菲律宾人、辽国人都是低等人，那奴役他们甚至杀死他们也都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为了要创造大东亚共荣圈，这些人是必须被清除的。当时共和党认为资本家是坏人，地主的贪婪造成了中国政府的腐败，都是因为他们传统老掉牙，不听毛泽东的，中国才不能感应超美，所以说杀死他们，抓起来戴高帽批斗也都是应该的。这还包括台湾的外省人认为本省人是什么台巴子、低等的台湾人，所以可以直接攻击；或者是台湾的本省人认为外省人是外来政权，台湾人就是被迫害，因为这些人都是从中国来的。这些都是把人分类，然后让他们彼此攻击的方法。这些都是政府跟政治人物利用你的爱国情操来夺取更多权力的方式。那今天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叫我们要为了我们的敌人祷告？为什么神要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为什么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原因很简单，我们常常说希特勒是坏人，斯大林是坏人，毛泽东是坏人，柬埔寨的 Pol Pot 是坏人，他们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变态杀人狂，就是因为这些变态脑子有问题的人夺权了、掌权了，所以才会造成大屠杀。但其实不是的，加拿大知名的心理学家 Jordan Peterson 的 12 Rules of Life 上面做的研究说，人其实是非常邪恶的生物，人非常容易被欲望吞噬，非常容易怪罪到其他人，非常容易自以为意。希特勒没有那么特别，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分的希特勒在我们的内心。这种合理化大屠杀的心态，如果只是希特勒特别邪恶的话，就不可能在德国实施。在德国当时可以合理化这个样子的压迫，而且杀死其他人、杀死犹太人，就是因为希特勒或是他可以把每个人心中自以为意放到最大，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把每一个人心中的恶魔彰显出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谦卑，为什么我们要认罪？为什么我们要悔改？为什么我们要为了我们的敌人祷告？因为其实我们都有原罪。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随时的提醒自己，我们是神的形象，我们永远都要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认为报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当我们不把别人当人看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理所当然的把人类分类成我们认为的模式，而且杀死别人。昨天的影片我问了大家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 Ron DeSantis 跟 Greg Abbott 把非法移民放到民主党的控制的州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行为？感觉很爽，我也很爽，你看你们民主党自食恶果了吧，哈哈哈哈哈。但是他们就是把非法移民放进美国了，而且他们这么做就证明了美国的确是有庇护州的存在。
而且我们这个红州跟庇护州没有任何关系，而非法移民也会认为我们真的可以进来啊，真的不会被遣返啊。不管是民主党的联邦政策，还是把我们送到兰州这些共和党政策，我们就是可以来到美国啊。美国并没有关押我们，并没有遣返我们，我们还在副总统的家门口感谢他咧，对不对？我们不需要在乎美国的法律造成的各式各样意义层面的问题，都不是当下感觉很爽可以挽回的。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保守派的我很支持佛州州长这么做，共和党的我很支持他们这么做，但是基督徒的我却认为说这么做反而更伤害美国整体以及所有的美国人，造成的更是国家分裂，更没有法律。因为我们现在虽然在指责左派，但是事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如果没有基督的话，如果没有律法的话，都有可能做出左派在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我们的敌人祷告，因为没有基督的话，我们到现在都还是神的敌人。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Ethan， 更多美国情报请持续关注 AI News。